那我们今天这一次又来到彰化，今天要吃什么呢？来跟大家分享，彰化就是要吃彰化霸丸的吗？好，来吃这家位于皮头的彰化霸丸。两份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再来一轮，一轮，再来。那我们准备开动喽！一定要霸丸，我们上过节目的哦，这还上过节目了，詹姆斯，哇，一次来两颗哦，这是特别的吧？没有没有，反正一份就是两颗，嗯，好吃好吃，下次要记得来。先说它的米用的不一样，米还不一样。好，跟李姐用三 B B， 糯米。下次要记得来这里吃哦。